当年张学友主演兼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《雪狼湖》，全球公演场次过百场，是华人音乐剧历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。剧中女主角之一由新加坡歌后陈洁仪饰演。完成演出之后，二人已经甚少同场现身。近日张学友到新加坡举行一连11场演唱会，吸引不少老友到场支持。其中一位正是陈洁仪，陈洁仪兴奋留言表示：睇完咗 Jackie 嘅演唱会，我更加笃定要打消退休呢个念头。年龄应该限制我哋，除咗我哋自己嘅意愿。两人激可同框，引起无限回忆。网友盛赞陈洁仪外貌保养得意，